我们不善加利用这些水资源，最后它们还是会流入大海，造成浪费。而且如果遇到豪大雨时，这地下水太多的话，还是会造成一些灾害。太多的地下水会产生什么问题呢？来，我们做个简单的实验。这边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箱子，我们在里头呢倒进些许的水。现在我们把水倒到这个透明的玻璃箱子里头，好的，我们现在在这个箱子里头装进一些干的沙子。沙子要装多少呢？也不用太多，大概是刚好能够盖住这个水的表面就可以了。再来一点点，现在我们用肉眼从上往下看，当然只看到干干的沙子，我们不知道它里头含有多少的水分，但是从这个玻璃箱子的侧面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，其实这一块土地里头蕴含了相当饱和的地下水。 OK， 我们现在试着在这块土地上盖房子，假设我们住在这个地方，从此就安居乐业了吗？不要忘了哦，台湾位在地震带上，万一不幸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，地层会剧烈的晃动，晃动会产生什么现象呢？我们看到了，悲剧发生了，土壤瞬间异化了，然后造成了地面的陷落，房屋的崩塌，淹在水中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日本的311大地震，就是因为土壤异化，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灾害。啊，这个地层下陷都变安尼落啊，都已经是碗，低海边碗了啦。啊，爸爸的水来家里家里，啊，所以个湿电，这水都抽不出去，转。哪边乡、甲家塘乡哦，啊，浸一个月啦，浸一个月啦，啊，浸一个月内底，唔是拢纯粹水呢，个落过梅啊，哇，拖泥带水，千百里啦，哦，啊，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地层下陷。